疫苗台湾 A P 亚东新闻政经国会疫苗台湾网络广播电视平台，地震是李社长，社长政经学，产品代言，咱特别介绍咱所有的政治人物啊，还是业者的产品代言，咱拢伫这个频道播出，谢谢大家。这传奇人物廖天丁啊，五六天较早讲，五六天讲过啊，传奇人物廖天丁，咱即马传奇政治甘草院长呢，咱会陆续做分享，谢谢大家。以后有机会他继续介绍。当然，五六天的这个歌曲也有江湖男女，佮有英雄好汉，是台湾人的歌。登高献土，因为这我中社路。二段156号附近，那个362的地号本来是第一种住宅区，当然市政府有各种理由说那个坡度的问题，我就在笑了，362是我中社路二段边的呢，你也较想要起一个基地呢，这是挖矿和中社路平行，咱即卖讲诶，在即个双溪社区二段100号到156号，伊较早建筑嘛是安尼，哦，伊是拄到伫路边，所以要挖空跟中社路平行，等高，为虾米政府诶官员拢会做一寡文章讲啊，坡度陡峭啊，临近坎脚断层，这坎脚断层。老早就中央地质调查所已经除名掉，啊，伊讲啊，这坎脚断层较早就有啊，还是除名掉而已。问题是断层嘞，伫咱台湾嘞，正式公布有36个所在，包括最近监察院关心的三角断层，三角断层附近到底周围多少公尺内不能做建筑？这是一挂学者专家。是这公务人员啊，方有因心中的一把尺啊，咱为着人民的权利诶，在三权、工作权，包括通行权，咱业主一再强调讲，因权利被剥夺，他们会继续争取。谢谢大家。咱继续，就是因为这里是树林外乡区中央社区双溪社区，这。咱介绍过了后咧，就是以后要规划农业、园艺、林务产业科技园区啊，包括休闲农业啊，包括农牧用地。咱咧介绍这個，就是要让大家去了解。咱 A P 亚东新闻政经国会就附设一个百亿农业、园艺、林务产业科技园区的附设平台。附设平台就是。社长政经学产品代言系列啊，我都有讲过，就是包括政治人物，甚至咱即马镜头所看的，就是咱的地址资讯，咱拢会提供给大家分享。重点是伫容积率啊，是讲建蔽率，甚至讲一边起一边啊，咱拢会尽量建议政府朝向。修改提高容积率的部分，最起码室内啊，围绕重建室内爱一边换一边啊，你像新建啊是新开发地区的，最起码爱一边起一边啊，当然话讲啊，我低密度开发我就做别墅就好，那是另当别论，要看每一个开发者、事业规划者的想法。
把他总抓来，我五七天跟你邓来应孙吴，孙吴啊，是只纠结啊，先生，人世啊，一个巴肚就大天，呀，这个人天爱食钱花，啊，你都让支持，拢无要紧，有当时啊，弯过必避过，有当时啊，避过必过。宽的道路 ，AAP 亚东新闻网士林区翠山段的土地报道。这边有公车站牌，左边是公车调度站，前面是中央社区。国土天下事，心理建设国际最前线，政治分析。政治评论专家论坛，成为鬼，世事沧桑又坚强。无就是无我的电台，啊！我迄阵就带电台讲啊，我讲咱这福乐咱的怎样？大家若要输赢，就知道。乐天改频道，改主演，红果请别人，内面多参加演员，干咱两个较出名。这个是碰恰恰，一阵碰恰恰，拄啊打小块的大尾，来拍我的电影，拢总完成四部戏，今早提六千块，请着女主角，我都勉强我们叫外甥啊，啊，这俩无名，一个叫一号海。最近有办过一件迄个地震的多代继承，多代继承呢，啊，当然有欠缺，继承系统表啊，继承系统表伊要求多代继承要编在同一纸张上，啊，我讲这暂且代表要编在同一纸张上，照讲是会使用，每一代每一代很。勋章和邓的旗红就好，这是我个人的看法的。这个嘉义市地震事务所，伊是安尼讲的，伊讲
台湾以中华民国申请继承登记收件字号第几号 ,180 和190。经查尚需补正，请已接到本通知之日起15日内前来本所补正。一起不补正或补正不完全，即依照土地登记规则第57条规定驳回。现在是这个问题是，请已接到本通知之日起5日内前来15日内前来补正。我会记我顶礼拜还收到，是不是到说自己市地级地政事务所行政效率特别高，他说他为13开始发文的时候呢，有14才去算起，这都是算到月底都15天，他说他不会，我觉得很奇怪嘛。他说请你补正，办理补正时请期待本通知时及掩盖印章向本所什么人呢，这个龚小姐当场注明补正日期并盖章。不正事项本案一至二分之一件，二分之二件申请合并为一件，一共多代继承，这么只要记载的继承人就可以，未会同然后会同这个部分你要分开就好。本案案户继承案的继承表应依民法第1138条、1139条、1140条规定载明所有继承人请补正。这土地登记规则第56条第119条第120条。我的公决原因是因为这只要行政效率提高了，因为这不正日期它是接到通知，所谓接到通知就是你邮寄的时候接到通知。好，后来我去他查，他发现说你为了红眼门嘛，如果是有一个补正，就是我补正函期限内，以期限内15日内为补正啊，如果是展前的真在展年可以不可以，应该是不可以的，我印象中是不可以的，反正你超过期间他就会跟你驳回。有亲爱的某某先生啦，有关你的不正通知这个案号几号申请展年到什么时候仅说明如下。按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登记机关应以书面续名理由或法令依据通知申请人你接到通知书之日起15日内补正，即故为接到通知书之日起。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登记机关应以书面续名理由及法令依据驳回登记之申请。一、逾期未补正或未照补正事项完全补正者，因天灾或其他不应规则与申请人之事由，自居于法规之申请不能以法定期间内提出者，得以其原因消灭或15日内申请恢复原状，分为土地登记规则第56条、第57条及行政程序法第50条规定。这就是说得以其原因消灭或10日内申请恢复原状，意思就是说你超过时间10日内就等于应该要15日内了。他说不能以法定期间提出者，得以其原因消灭或10日内申请恢复原状，分为土地登记规则第56条、第57条、行政程序法第50条规定所明定。经查本案你代授权某某人被签人代所需不动产到本所就是申办个分割继承登记，我经审查结果很有不正事项，所以地政事务所就通知说要补正什么事情。那要补正的话就是说在15日要补正，如依前阶法令规定，如借期仍未补正照补正通知时补正事项或补正完成的时候依同规则第57条第一项第四款规定就应以驳回。另因疫情的影响，这个 COVID-19 这个新冠肺炎
的持续扩散，为避免民众因申请土地权利登记业务自洽公场所，我等来讲群聚导致疫情扩散，新北市政府地政局以110年5月20日，以新北地籍自第11097五三六七号函通知，本市各地政事务所列以本所受理辖内不动产登记案件，以计算登记费罚款时，对于不等规则以申请人之期间，将扩除，第三级以上的警戒之期间。疫情前法令规定，以登记案件的不正期间，系土地登记规则所明定。如你因疫情等不应规则与申请人之事由，是基于法规之申请不能于法定期间15日内提出本案补正相关文件，亦申请暂延补正期限，请依行政程序法第50条规定提出申请并检录相关证明文件，比凭本所审认得以暂延之期限。另因疫情持续严峻，以计算登记费罚款时，本所处依前阶函释规定，将第三级以上警戒之期间为不可规则申请人之期间予以扩除，也会酌予扩除你的疫情时间为申办补正事项所列文件所需之办理时间。这个是最主要是免除计算登记费的罚款，因为登记费想管理就不会啦。而且我顶边嘛有讲过，这因为你罚款啦，就罚要罚过真多啦。这个是还好，这个是用申报地价去算登记罚款，以前是用公告限制去算罚款，这个是非常不合理。另外，申请人在十年内重新申请登记者的原理引用未申请退还之登记费及申作费，以驳回或缴费登记案件重新在申请登记时应另行办理索件，为土地登记规则第51条第2项及第60条所明定。这么外问题就是来啊，外问题是，我是在期限内补正，那我还要另行缩减吗？我还请地政事务所再重新缩减一次吗？这当然以后答案有出来的时候，大家来到探讨。所以登记案件如逾期未补正或未照补正事项完全补正，经依法驳回者，重新申请登记时，应另行办理缩减，并得引用未申请退还之登记费及诉状费。另依前阶法令规定及考量国内疫情控制情形未明，倘未经驳回，你不可亲自前阶我这边就还未去交那个规费嘛哈如果你不可驳回，你不可亲自前往本所送件，也可先行联络本案承办人呢，将因补件的文件补正的文件邮寄到本所，由承办人代为缩件办理后续登记事项，以减少非必要之移动。就是可以用邮寄的，还是可以邮寄。这个是当然这是新北市政府，是跟嘉义市政府有一点不一样。嘉义市政府的驳回的行政效率，我发觉真的特别高了。还没有超过补正期限，但就跟他补了驳回，这个是有争议的。不正补有，驳回。经审查认为土地登记规则第56条各款情事之一者，应详列补正事项。以土地登记规案件补正通知是一次通知补正，之后就同一案件再以其他事项补正者，除可归责于申请人者外，审查认为应受相当之处分。这个是大家稍微了解一下。通知补正时，应将补正通知书第2联以邮寄括号寄送申请人或代理人，申请人或代理人得向地政事务所将原申请案件领回补正或当场补正。像这一次算是全部退还然后叫我补正。那我补正完以后呢，就88个继承人，其中2个会同，86个未会同，我们有最新的进度会向大家报告。因为这个继承人颈椎啦，当然有的是有会同，有的未会同。未会同的我有跟他建议说暂时不申请遗产税申报，
等准了以后要申领权状的时候再补报。哎，补证期间另有就同一标的权利申请登记者，地政事务所应切实依照土地登记规则第61条第一项前段之规定，依所见号事之次序为止。申请人应以接获补证通知书，接获啊，这特别注意哦，接获补证通知书之日起15日内，依通知补证申请补证，并在补证通知书第一点注明补证日期及签章，地政事务所应即时说不得拘延。经审查结果，有土地登记规则第57条第一项情事之一者，应以土地登记规则的驳回通知书详列理由驳回之，并由审查人员将驳回理由先行的签准或使得为之。经审查结果，有土地登记规则第57条第一项情事之一者，应以土地登记驳回通知书详列理由驳回之，并由审查人员将驳回理由先行签准或使得为之。土地登记驳回通知书连同应退还之书件，应邮寄邮政挂号的寄送申请人，在邮寄之前得由申请人自行向地政事务所领取。就是补证的时候或驳回的要特别了解，如果你补证或驳回通知书应由情概的机关所长签字章，以符合行政程序法第96条第一项规定。我在这里会研究行政程序法的原因，刚好有个都市计划的存世意见，还有都市计划什么时候公展说明，我们会继续报道。这个案件这个登记案件补证，这是说件日期是110年5月12日，登记原因是继承，按乡镇区同年的嘉义市，按这个的地号拢总有7笔，按7笔的这个被继承人姓罗，两字的姓罗，按办理情形，结案以后，他这个案子是驳回，他这个是我刚才有跟大家讲，他是在补证日期在111年到5月13日到5月30日。以这边明文规定说，应以接获补证通知书之日起15日内依法通知补证。我还记得我上个礼拜才说到，应该在5月20几号才说到，结果他在5月30号就驳回，这个是非常有争议的。这以后再继续探讨。那这么公区域计划法，行政机关拟定、核定，还是说上级机关的核定。相关的都市计划委员会是不是专案小组的都市计划委员都市计划审议委员到底是怎么组成的，我们以后会陆续报道。 AAP 亚东新闻台湾漫谈11自行易怒妇联网， AAP 亚东新闻台湾漫谈11自行易乐互联网， AP 亚东新闻台湾之声不动产资讯互联网， AP 亚东新闻台湾漫谈11自行易乐互联网， AP 亚东新闻台湾之声不动产资讯互联网， AP 亚东新闻公司治理生活法律，法律就是生活，生活就是法律，自信网，感谢大家。大家来种树，把心灵放轻松哦，打开心门，远离城市黑夜重重，我爱万物生灵，但爱要有行动后，绿色的心跳跳动幸福的时钟，蓝天白云在海阔天空，深深的呼吸在美好大地之中，每一棵树是无限幸福的梦，来种许多心爱的树木，美丽直到永远。
庶民平民权贵贵族生活杂志，食衣住行娱乐，士农工商农林渔牧系列报道， AAP 亚东新闻传媒群制作。